川东天府巴山平坝，开江一座群山腹地的小城，恬淡宁静的身影折射出千载岁月的风雨沧桑，摇曳的万亩荷塘风送莲香，起伏的千顷懒林漫山尽绿，造就了开江多变的景致。远行的脚步，不息的勤恳，延续着巴山蜀水的拓荒历程。敌人围追堵截时，将军碧血洒江。高扬的战旗，炽烈的火种，苏区英烈的忠魂与热血，染红了开江不屈的土地。碧水似玉，长渠如虹，尽情彰显出开江百姓改天换地再造山河的坚毅与刚强。开江的历史恰如这座山居古县多变的地貌，长达千载的岁月饱含着一方土地历经的沧桑巨变。大巴山南麓，一片片群山环抱的平坝是开江百姓古往今来的聚居之地。林涛飞瀑，雨雾山岚，为依山而建的沙坝场古镇渲染了远离喧嚣、清幽静雅的怡然与飘逸。然而，这座宛若世外桃源的山居古镇，也曾饱经战火的洗劫。公元六世纪中叶，北方的东魏、西魏与南方的梁朝三足鼎立，相互对峙，各方之间征战不断。梁武帝太清二年，即公元548年，已经归属梁朝的东魏叛将侯景突然发动兵变，并于次年攻破都城建康，广袤江南大地烽烟四起，山河板荡。处于关中地区的西魏乘虚而入，挥师南下，迅速占领了包括今日开江在内的梁朝巴蜀之地。最早的一个军事据点在我们的方，那就是西汉时候，刘邦在我们回龙镇的鹅城山设立军事要地，在那个地方驻军。他的目的，我想哈，主要还是为了守护那一片粮仓，因为部队需要很多的粮食嘛，那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障嘛。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西魏王朝设置新宁县，县城位于今日开江境内的沙坝场。2016年底，开江新一版县制编修工作提上日程。为寻找最初的县治所在地，开江县地方志办公室主编贾载明专程来到沙坝场探访新宁古城旧址。这条曾商铺林立、百工汇集的千年古街是新宁古城的繁华之地。今天古街两旁的板壁黛瓦、木亭水榭依旧散发出浓郁的古风古韵，无声无息地延续着新宁古城的余脉。古镇中心的石板路，自西魏至唐初数十年间，始终是新宁古城的主街。时光的磨洗，
古城墙已经全部湮灭，只有沙坝场古镇依稀可见新宁古城的格局。明末清初，旷日持久的战乱给四川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动乱长达半个世纪，死的人也比较多。那么特别是我们川东那一片又特别受到战争的那个影响啊，非常深重。当时我们开疆县，据我们的县志记载，新宁县志记载，我们京城18个县，所以到清朝的那个初期啊，到明朝的末期，我们四川的人口是锐减了。为恢复天府之国的繁华兴盛，清朝初年，清廷将湖南、湖北等省份的百姓大量迁往四川地区，史称湖广填四川。移民们在新的家园开荒拓土，春播秋收，代代相继的耕种稼穑，让这片巴山蜀水之间的小平原再现了昔日物阜民丰的光景，被誉为川东小天府。1914年，由于与湖南的新宁县重名，民国政府以当地一条名为开江的河流为名，将四川新宁县更名为开江县，这一地名一直沿用至今。经过多日的搜集归纳，贾载明与同事们梳理出开江的历史沿革，更看到了这座山城筚路蓝缕、胼手知足的开拓历程。一段段不屈的经历，磨练了开江人的毅力，造就了开江人的智慧，浓缩了天府之国饱经磨难而又一次次顽强崛起的岁月记忆。开江是一座英雄之城，苏区革命的硝烟战火为这片英烈辈出的土地铭刻了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请大家跟随我进入中共广福特之史料陈列室。1929年，王维洲到广福小学建立了党的组织。每逢七一建党节，开江大批中小学生都会来到开江红色文化陈列馆，重温家乡的烽火岁月，感悟开江英烈鲜血铸就的本愿与初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这是毛泽东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维洲的评价。1927年，国民党悍然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惨遭屠杀。为发展四川的革命力量，受上级党组织委派，共产党员王维洲来到开江县当时的广福乡。在这座山区小镇，王维洲每天走街串巷，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秘密组建游击武装，并于1929年建立起广福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广福特支。我们广福游击队是王维洲到开江发动武装斗争建立党的组织，到了开江后就在普安先建立了中共普安宣特支，后来到广福。王维洲在这个地方前前后应该有3年之久，但他不是固定这个地方，还有比如说彭家大院，还有那方的龙王坡，这些地方都有，但这个地方是他常住的地方，住的时间最多。1931年夏天，由王维洲参与组建的广福游击队正式改编为川东游击军第二支队，
这支部队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打土豪，除恶霸，消灭民团，伏击军阀武装。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发展到2000多名成员，建立起以广福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10月，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各路军阀调集20万兵力，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妄图将川陕红军一网打尽。10月底，川东游击军与红九军主力部队并肩作战，在开江宝塔坝与敌军先头部队激战6-7个昼夜，歼敌数千名，拉开了反六路围攻走向胜利的序幕。宝塔坝战斗结束后，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33军，这支诞生于开江的红色劲旅踏上了新的征程。红色战争年代，众多初次开江的革命家走向大江南北，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为创建苏区、保卫苏区干洒热血。在赣东北地区，他协助方志敏领导农民暴动，扩大红军武装，并与方志敏一同指挥红军攻克赣北战略要地景德镇，开辟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部队长征西进后，担任赣东北特委书记的唐再刚坚持留在闽浙赣苏区，带领一支小部队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7月20日，由于叛徒告密，唐再刚遭到敌军的包围。面对敌军的劝降，他毅然击毙叛徒，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入自己的胸膛，血染苏区大地。唐再刚同志是我党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革命献身，功勋卓著。今天我们来到唐再刚故居。今天，唐再刚故居已被改建为纪念馆，让每一位访客了解到了英雄的往事。从苏区时代到解放战争，成千上万的开江人投身革命，先后有数百名烈士英勇捐躯。青史流芳的记忆，使开江英烈高风亮节的精神与品格，化作彪炳千秋的英雄史诗。开江的万千风物，处处呈现出开江人的勇气与毅力。为改变艰苦的山区环境，开江人迸发出无穷的斗志。白岩河上游，宝石桥水库高耸的大坝，恰如开江人改天换地再造家乡河山的巍巍丰碑。宝石桥水库是开江重要的水源地，库区一湾清流是50余万开江人生存的命脉。
黄大英是宝石桥水库的第一代建设者，在退休多年之后，他再次登上水库大坝，追忆昔日坎坷跌宕的建设历程。对于哪个当利益，他都是。开江地处大巴山区一处隆起的平坝，是拔庙河、白岩河、人世河、新宁河等多条河流的发源地。但水源丰富的开江却是一片干旱之地。开江县河源台地的地貌使水很难在这里存留，每逢旱季，当地百姓只能用牛车运水维持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建水库工作成为当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经过多方勘测，最终将水库坝址选定在群山环绕的白岩河上游。1958年，宝石桥水库正式开工，这座寄托着开江人厚望的水库被称为命根子工程。上万名建设大军之中，包括当时年仅17岁的黄大英。好多好多的人哦，那个是那么用一条条泥巴的，一条客一条来，那些坏头也有去头场，一头也有去头场。那个船一来了，听到那会儿直接下，直接那会儿一下下来，那会儿又抬起走，那会儿一下下来，那会儿又抬起走，相当相当热了。然而，两场洪水将持续数月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水库工程被迫停滞。倔强的开江人没有向天灾低头，水库的建设者们重整旗鼓，迎难而上。他们高喊着号子，凭着粗糙的双手劈山凿石，一锹一镐地开挖出库区。黄大英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建设者为水库流汗流血，甚至永远把生命留在了工地。1971年，宝石桥水库一期工程宣告竣工，初步缓解了开江的旱情。为彻底解决开江全境的用水问题，1991年，宝石桥水库二期工程投入建设，黄大英的儿子徐建刚成为新一代建设者。持续12年的二期工程，将水库的主坝与副坝增高了近5米，库区蓄水量突破1亿立方米，成为川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水库。不仅使开江本地摆脱了缺水的困扰，还有富余的水量支援周边县区。作为开江人建设家乡的一项创举，宝石桥水库先后被开江县与达州市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5年，宝石桥水库被确认为国家水利风景区。为创造库区全域旅游景观带，宝石桥水库于2020年投入了新一轮建设。库区湖心岛与周边的果园、农田将全部被改建为景观林。竣工之后，夏日库区满眼尽绿，繁花似锦；秋日库区千顷流金，漫山红遍，将成为川东地区一道蔚为壮丽的风景。60余载时光弹指一挥间，而宝石桥水库的建设始终没有停止。为维护家乡的命脉，一代代开江人相互接力，守护着群山环抱的一泓碧波，永无止境地延续着造福家乡的大业。开年嘞，忙喽！开年。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河那披绿罗。唐朝长庆二年，即公元822年，大诗人刘禹锡奉旨抵达川东，就任夔州刺史。他被大巴山的民歌深深吸引，写下了这首赞誉之诗。饱含着乡土风情的开疆蒿秧歌，是巴人乡歌的血脉传承。蒿秧歌大致为七字一句，四句一段，每首歌从一段到多段，根据内容灵活组合。歌词大量采用古诗中寓情于景的比兴手法，生动形象，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与感染力。蒿秧歌最初来自于当地的耕种稼穑。早在先秦时期，四川已是水稻主产地，一季水稻需要进行三次松土，松土时为促进水稻的生长，要将稻秧微微向上拔起，称为蒿秧。为消除蒿秧时的疲惫，稻农们常常一边劳作，一边用民歌对唱。歌词的内容十分宽泛，既有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也有家长里短的乡间琐事。新世纪的开疆，蒿秧歌已成为当地具有地标意义的民俗艺术。2020年初夏，为迎接一年一度的荷花节，当地农民歌手在教练龙光灿的带领下投入训练。狼啊是八角的心哦，梅也是八角的叶哟。为了让荷花节的演唱更加出彩，年逾八旬高龄的龙光灿主动推荐了自己的两位年轻学生担任领唱。蒿秧歌基本分为高腔和平腔两种不同唱法。高腔腔幅宽大，节奏自由，多用假嗓和颤音；平腔腔幅紧凑，节奏规整，歌曲更加悠长延绵。龙光灿是开疆知名的农民歌手，不仅能演唱大量传统歌曲，而且练就了一项随时随地填词作曲、即兴儿歌的本领。早在20世纪80年代，龙光灿已多次前往四川各地演唱，把开疆蒿秧歌的韵味传播到全省。2007年，蒿秧歌入选首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龙光灿成为代表性传承人。民间艺术的生命力源于乡土，更得益于传承。为使浸透了开疆乡音的蒿秧歌能够得到完整的保存，开疆县政府在当地建立起完善的蒿秧歌培训体系。源于巴人之曲的蒿秧歌，因家乡的稻作而起，因百姓的心声而兴，因与一方风土的紧密贴合而生机无限。作为乡情的记忆，传唱千古的巴人乡歌薪火不息，开枝散叶，化作巴山蜀水的悠远回声。开疆不见疆，
斗笋不是笋，这是开江人耳熟能详的俗语，意思是说开江境内并无大江大河，而开江斗笋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笋。随着一锅豆浆开始沸腾，制作工匠用竹篾把浆膜慢慢卷起，重重叠加，之后晾晒烘干，这就是开江斗笋。烘干后的豆笋豆香浓郁，韧劲十足，但不干不硬，一层层笋衣层次分明，即使切成薄片依旧不散不碎。开江斗笋烧制方法不拘一格，可荤可素，各地食材均能搭配，酸甜麻辣咸五味皆宜，煎炒烹炸无不呈现出多变的美味。据开江县志记载，豆笋是开江独有的特产，始于清朝，至今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火的话还在那个样子，不是了哈。把那个翻到你们再来看一下那个火，今天那么一几点不得开。在豆笋匠人朱洪岗的作坊中，每天磨豆、煮浆、制笋是全家人日复一日的生活节奏。开江本地出产的六月黄易于泡发，出浆率高，磨碎后豆渣细腻，是当地豆笋作坊首选的原料。经过浸泡的黄豆被磨碎后，滤出豆渣，把豆浆送入大锅熬煮。在制笋阶段，最难把握的是热与冷的平衡，只有增加火力，提高豆浆锅的热量，才能熬出豆浆中的油脂，而油脂必须快速冷却，才能形成浆膜。为了把黄豆变成不同的吃法，包括那个做成豆腐啊、豆腐干啊、豆皮啊、最后做成豆笋，在我父亲一代延续下来。我在我记忆当中，我父母亲他们最少磨了几十年，就是用手工推磨啊，还是保持以前最传统的方式做，做出来口感在细味上是有还有一些细味上的差别的。2009年，开江豆笋被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朱洪岗成为豆笋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洪岗出生于豆笋制作世家，相传豆笋出现于清朝初年大移民时期，当时四川刚刚结束战乱，生活环境十分艰苦，拓荒的移民们偶尔能吃到一顿豆腐已是难得的美味。一次，几位外来的豆腐制作匠人在熬煮豆浆时，尝试着用竹棒把豆浆表面一层带有油脂的浆膜卷起晾干。晾晒后的浆膜能够储存数月而不变质，由此衍生出豆笋制作技艺。在开江先民拓荒的艰辛岁月中，豆笋曾是他们的美味。作为肉食的替代品，为先民补充体力、消除疲劳，伴随着一代代开江百姓走过了耕耘稼穑的劳作时光。一席兼备了色香味的豆笋宴，令人目不暇接，恰如开江一方水土对全国各地万千风物的吸纳与包容。
如今，豆笋已成为开江当地规模兴盛的民间产业。大批作坊开通了电商业务，让这一道伴随着移民大潮而生的美味走向全国各地的餐桌，浓郁地散发出开江的水土之香与地气之醇。开江是一座充满动感与活力的山城，蓬勃开展的足球运动彰显出当代开江的无限生机。1、2、3、4、5、6、7。邱显正是永兴镇中心小学的体育教师，为迎接一年一度的达州市小学生校园足球比赛，他带领小运动员们开始了紧张的训练。开江的足球运动始于20世纪中期，当时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第一次将足球带回到家乡，并迅速普及，成为开江人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邱显正曾经是开江第一代足球爱好者。1989年，永兴小学女子足球队作为达州地区代表队，在四川省萌芽杯足球竞赛中夺得第一名，荣获金杯，成为开江校园足球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历经30余年的发展，开江各乡镇都已建立足球队，拥有近10位国家级足球裁判员和教练员，先后有10余所学校入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源于他乡的足球运动在当地青出于蓝。如火的夏日使万物从稚嫩走向成熟，开江是一片广纳博收的土地，包容了来自天南地北的万千风物。每年仲夏，漫山遍野的油橄榄树挂满累累青果。油橄榄原产于地中海沿岸，1964年引种到中国。开江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十分适宜油橄榄的生长，当地油橄榄种植面积高达近10万亩，成为远近知名的油橄榄种植基地。为保障在初秋能有一个好收成，油橄榄合作社社长何世琴来到种植园，为农民提供果期的技术指导。何世琴倡议当地农民以土地入股，负责种植园的日常管理。挖取农民地籍地形，把他们认为这个产业是他们自己的，跟他们效益挂了钩的，他们才会真心去干，才干得好。为推动油橄榄产业的综合发展，合作社创办了榨油、饮品和食品等深加工企业。加工之后的橄榄渣又为散养在种植园内的跑山鸡提供了充足的饲料，成为合作社的一项副业。近年来，稻田家是开江发展立体农业的新模式。在水稻种植季节，同时向稻田内投放鱼苗，稻田鱼能够吃掉大量害虫，排泄物又为稻田增加了肥力，既促进了生态农业的发展，也有效地提高了农田的产出。作为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稻田家的养殖品种已扩大到开江麻鸭、开江白鹅、螃蟹和小龙虾。开江地处北纬31度，
是甲壳类生物生长最为旺盛的区域。自2017年以来，当地建立起八座大型生态养殖基地，并在养殖基地周边设置了冷库、低温分拣车间、冷链运输车辆等配套设施。大闸蟹、小龙虾和珍珠贝养殖成为开江新兴的支柱产业。金秋时节，开江校园足球队迎来了出征的时刻。这支朝气蓬勃的少年劲旅肩负着开江人的期待与嘱托，即将走上绿茵赛场，为家乡的足球运动再创辉煌。而生生不息的跃动，万千风物的汇聚，催生了开江新时代的又一轮开拓，描绘出这座川东山城旖旎如诗的乡情画卷。巴山小平原，川东小天府，蜀山的风声，川江的流水，大巴山脉的潇潇物语，跨越千载的巴人长歌，化作这片土地悠远的回响，渲染了这座古城生生不息的活力。和风送爽，山林如碧，绿色的家园相伴本愿与初心的丰碑，谱写出一首英雄史诗。开江开荒拓土的强韧毅力，开天辟地的红色风标，开放包容的宽宏气度，纵然岁月流徙，时移世易，不变的仍然是这一片亘古的情怀。